相信许多民众都会担心自家是海砂屋或者是结构受损，经不起地震。新北市政府就提出了临门方案，只要是经过市府建检结果是三级，建议立即办理结构修复的建物，就可以向市府申请办理海砂屋的鉴定，或者是房屋结构耐震详评，由市府全额出资协助。新北市政府从去年三月起推动房屋建检、补强、重建一条龙服务，但是社区住户多因先行出资负担或者出资的额度等犹豫不前。我们现在社区很多户，十几户、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你不容易凑到，大概大多数住户都愿意掏钱来做。那针对这个困境，那我们都市更新局提出的临门方案，也就是说我们来替社区住户先垫钱，或者说先全额来帮你来做这件事情。你只要提出申请，当然我们需要能有更新会，或者能有管委会，或者至少有一半的住户提出同意书。有鉴于居住安全不容等待，只要所有权人过半数同意，就可以申请临门方案，由市府全额经费协助，让那些卡在鉴定经费的社区尽快动起来。经过我们的公务局鉴检，认为说要整建或是要补强或是要重建的，属于这一种的，那就第二步就是来跟我们申请我们所谓的临门方案。我们临门方案就是说经过更新会或者是现有的那个社区大厦管理委员会，或者说一半住户以上的同意之后来跟我们申请，那我们就看房子状况就会过去，我们会找我们就是经过合法立案的，比如说土木技师工会、建筑师工会或者是结构技师工会类似的工会，来对需要的住户来进行他的认定。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整合，而且愿意配合后续相关作业，向市府提出申请后，将由市府委由鉴定单位协助办理鉴定或评估事宜，尽早确认鉴定或评估的结果，协助民众加速改善居住环境。记者方建凯、林景瑜，新北市采访报道。